亚大海啸后由由斯里兰卡的 Software Foundation 所发起的。那这个 Software Foundation 的功能是，它可以去协助灾民做，例如灾害地区的标示啊，然后失踪人口的协寻啊，因人口的协寻等等。那根据实务上，在之前几次灾难的使用，我们发现它其实非常适合拿来作为协调 NGO 或政府的统一资讯平台，然后也很适合让你去登录失踪失踪人口，然后找到相关的这样子。那这一次的台风之后啊，我们有一群志工是大的这样子的一个 project， 然后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这是超出艺术领域，但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上网上去看。现在还是需要一些咨询的志工跟一般救灾的志工到西沙那边去帮忙。然后当初乐评在做翻译的时候其实是0.4版，然后我们在0.6版之后，由上面这几位志工，他们很快的在一两天内把它大部分都翻译完。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翻译完，然后如果你没法听到志工，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可以去协助做翻译功能。然后如果你想当志工的话，现在南部需要的是动手做的志工跟专家，而不是开口说的。所以如果只是开口的话，你不用下去，你可以在家里面看看这些资讯就好。那另外一个关于 Mesh Milk 另外一个在倡议的朋友是有一个朋友叫 CU Wing， 然后这个 community 它其实是比较偏 WiFi 的 user 或 developer 的 network， 然后他们设计了一个 Lab City，Lab City 就是它是 in space， 然后你只要把它插进你的 notebook 里面，只要或是桌上的电脑，然后你这个桌上电脑或者 notebook 的 WiFi， 透过这个系统开机之后，它就可以自动救你到这样子的一个 mesh network。然后就可以在当地，你可能没有 WiFi router， 你可以透过 PC 或者 Laptop 就可以很快的 start 一个在当地可以用的无线网络的系统。这边是一些 reference， 那这个简报之后会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去下载。那这到这边的是我今天所想要分享的一些资讯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一样的问题或想法？双向沟通。那个，你刚刚讲那个华硕的那个路由器啊，后来就是你这个 prototype 做完之后，我后来又在欧洲在英国碰到一次，那他们那个时候的用法就是说。因为它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装置完成充电通电之后，它就是像一个自立就是自给自足的电脑，然后有我们无线沟通的功能。那那个时候我碰到的时候，它不是，你这个是装在那个衣服那个包包里面？对，我塞在包包里面。我看到的时候，它是自己就是独立的一个盒子，然后它下面再加了一个另外一个盒子，它那个另外的外接的盒子里面是装感应器。然后有一个俄罗斯人啊，应该也是政府里的外包，就是帮他做的技术人员，他就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路由器加外接感应器的装置两层，然后就把它到一个城市，就是选特定一个村落或是一个城市到处乱丢，比如说放到路灯的上面啊，或是建筑物的上面，那他就会只要有电的状况下。就24小时及时在做一些，比如说风啊，或是降雨量啊，或是音噪音背景噪音的强弱，然后及时传回一个算是伺服器的中心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它这个24小时一直不断进来的资料，拿来做比如说即时影像或声音的表演。那个时候我参与的是接收的部分，就是我知道说这现在外面有10台这个机器，那它就有10个不同的资讯进来，那我就是用 PD 去接收这10个，然后把它做统合，然后做成声音，把它做声音的呈现或是影像的呈现，或者是再把这10个不同的资讯流丢给其他的。或是看怎么样的技术，所以这个是同样一个技术，但是不一样的利用方法。其实这个设备它就像它想要的，
只是它是所谓的 embedded system， 所以你在使用上的时候，有些技术的问题要先学会，就比如说你可能要有点基本的概念，说怎么去做 cross compile， 然后把你的程式写出来之后编译到符合这个平台的使用。对，只要这种东西，只要稍微的了解之后就可以来使用。那其实这个 project 在 OpenWrt 这个 project 在 Unity 上有非常多的 information。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有提到说，有朋友评论说，这个东西是不是，反抗公共资源垄断，或者是是集中在自己的，就是他其实在说，我们这个演出或这个计划，是不是具有反抗公共资源垄断，或者是集中在自己的某种利益的这个事情？那对我来说，其实我们这一次就这个project里面所用的software 都是 open source， 那任何人都有能力跟只要你有这样的设备，你可以去网络上 download 相关的 software source code 跟分会，可以自己扫进去来使用。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其实这种project很明显的体现出你其实有很大的权利可以去控制你家自己的问题，只要你愿意去使用的话。双向沟通，对。里面有问题吗？关于电力问题的话，那四个电池去继承那个第一档，继承那个 WHDD， 然后之外还有其他设备的话，这样子会怎么做？大概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才没有办法在户外玩。但是我们后来有开始搭一些太阳能发电机，是，或者是它应该是有。我可能我记得不太清楚，不过我接触到核好像是会跟接路灯的电，对吧？你认为是吗？因为接触跟路灯 WiFi 很耗电，所以还蛮需要额外的 power source。好，那谢谢 Rex， 然后也希望那个。这个我不会没有太感受，然后希望他早日方便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。然后今天现在几点了？9:10。9点多了，好。